生去。救生去。浩鹏，快点！快！把绳头给我，抓住了啊！别松手。直接干死他！猪头啊你！死了就不值钱了。论斤卖还是论个卖？哎，这大玩意能吃吗？就知道吃。这个泡酒啊，峰哥，大补啊！补个屁呀、啊！他跟子墨姐都分了。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，峰哥，我有办法让你跟子墨姐和好。子墨姐。就知道子墨姐肯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。真有你的呀，怎么样，你这科学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章鱼吧？峰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那俩灯泡也忒亮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别晚上想吃什么？手拿干。不能买。哼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我看你关心这条章鱼比关心我还多，你心里就只有研究，我还比不上一条鱼吗？这条鱼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先别急着卖，无论谁找你出多少钱都不行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Idea why they kidnapped you? To not bother their permit. Old friend. Let's get going. Can't hang around. Come on. You have work to do. 几千个实验样本全跑了。他们没太看清，不过单从伤口的痕迹来看，无法推断是什么生物。收纳监测系统全部开启，这次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快！你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实验室啊 ？Get out！ 林东有事找你。哟，谁又惹我们大科学家生气了？请你离开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我可以资助你未来五年科研项目的全部开销，条件是先帮我搞定一个项目。